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音乐小石榴。范玮琪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吧？范玮琪的音乐其实并不宽广，属于普通的中高音音域女生，但她有着独特的歌唱技巧，让很多人都喜欢她的歌声。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分享几首范玮琪那好听的歌曲吧。到不了，歌曲发行于2000年，由范玮琪进行演唱。这首歌曲是范玮琪给一个交往了6年的前男友写的一首歌曲。一些花儿，这首歌曲原本是朴树的一首歌曲。2003年是范玮琪对这首歌重新填词并进行了演唱。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轻轻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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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想他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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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还在开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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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去呀！他们已经被风吹走，在天涯。我们今天的歌曲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小石榴，每期都会为大家分享。